第三个酷炫呢，就是我去。那第三个酷炫就是在5月跟6月中间。那第三个酷炫的东西就是我在5月跟6月这个之间呢，去看了一个台湾最大的一个展吧，也是全世界应该数一数二大的展，就是我们的台湾的 Computex，就是一个最大的科技展啊，可以这么说，电脑科技展，所以就是有很多很特别的东西啊，什么水冷啊，各种风扇啊，然后各种科技呀、啊，各种零件组装的东西，各种超酷炫的东西，那第三件酷炫的东西就是第三件酷炫，第三件酷炫的东西就是我去台北、台湾，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科技电脑展。第三件事情就是我去台北，那第三件事情就是我去台北、台湾，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电脑科技展叫做 Computex，那是在5月跟6月中间这一段时间，那我去看了几次啊，那我觉得就还蛮有趣的。那里面东西就是比较商业，然后就是各种零件啊，或者是还没发表的东西，然后或者是已经在现场发表的东西，就有一些很酷炫的最新最尖端的一些科技产品在里面可以看到。那